用洗衣机做，对不对？用洗衣机做，对。洗衣机。那这有一把铁这里呢，还有一个螺丝的这里是一把门，也可以把那种门把它拆掉，把它弄到这里，然后呢一开就会蹦出来了。还有洗衣机的上面的铁的上面有个玻璃，贴在上面有一个蓝色的胶水，还有要一个轮子，轮子呢我们有单车，有那个滑的东西，那个轮子是两个大两个小，哎。是的，这不是肯定不是吗？把前面的轮子拆掉，然后再把单车的大两个轮子，然后呢拆，然后拆掉，然后呢这里高出这样子怎么办呢？可以把这个轮胎弄上去一点点，这样就能做出来的啦。还有能做出来的。还要撞孔的，还有撞孔，还有电焊机，还有